晚上9点多，然后就有看到2、3台的那种台北下来的公车，然后就是它的车门是没有关的，然后司机也没有注意说他有没有在车上。车上就有人走下来，可是就没有戴口罩。那你们这样会不会觉得会不会觉得害怕？多少都会害怕，因为毕竟他也是从北部下来的。刚报载，昨天有北部的公车来到我们嘉义县再送居家隔离解除的民众回北部，那因为没有戴口罩，我们会把相关的一个证据都函送到新北市政府来查办。